你新年有什么愿望吗？我想要好多压岁钱。好多压岁钱。那你压岁钱后来自己花了还是干嘛？我妈花了。你妈花了。那你今年要那么再多的话，万一也被妈妈拿走咋办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他的压岁钱今年怎么给你分一点？给他妈妈说。要给你吗？给你多少呀？全给我。全给你包了呀。手表里，或者钱包里。钱包里能装下？能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